的红色改良西装与长裤，搭配斗大的“生死有命”四个字。这个名叫“夺魄勾魂”的服装作品，获选为今年台北 TOP 时装设计大赏最佳版型运用奖。我是服装设计师蒋国彦，为客户量身定制与众不同的造型，就是我的风格。其实我这一次希望放进很多跟八大将有关的，例如他们的剪裁，其实会有些会有不对称的设计啊。那用现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材质，例如毛料、雪纺，或是一些刷毛的布料，在我的作品里面。萃取八家将神医结构，转化成现今潮流服饰。简国彦还把庙会常见的脸谱拆解，变成绚丽的图腾印花。我的这套作品是以七爷的角色为主，图腾的部分有融入秋季神的脸谱意象，里面有白虎跟蛇的图腾意义存在。主结构连接下摆，变成帅气的披风，朱雀、白虎、青龙、玄武八家将的四季神一字排开，舞动时尚，气场强大，又不失女性特有的魅力。以独特设计师自居的简国彦，并没有走品牌这条路，而是希望透过定制服设计，走出自己的一片蓝海。我前一阵子已经开发了一系列，自己定为成衣式的婚纱，就是说这件礼服也许他结婚完，他可以跟他原本衣橱里的服装做搭配，走上街头。小酌参赛是想争一口气的简国彦，成功的运用他的创意，获得时尚界的青睐。